请大家掌声欢迎二号参赛队伍苗栗县立鹤冈国中，表演的剧目为决战火焰山，表演开始。小废话，带走啊！哎，好想吃猪肉干哦。奇怪，这里的天气怎么这么热？难道有妖怪吗？如果真的是那样，就不好了。悟空，不如你前去看看吧。自负。哇，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到处都是火啊？外面有只猴子，说他是孙悟空，来拜。
还是找件扇子的。我海尔是，还想找你算账吗？哎呦，你海尔跟在南海一块不差身边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一样白白胖胖的，日子过得可好了呢。你胡说，我和我孩子根本见不着面。如果你肯借我扇子的话，我就去请南海观音菩萨，让你们母子俩借上面啊。你还有脸跟我借扇子？好，你要扇子，我就借给你。看我扇！哎呀！两次，说什么？
那你有把扇子交给他吗？当然没有。那扇子呢？在这。小玉，去把扇子拿过来。是的，娘娘。是真的扇子啊！哇！嫂子，扇子我就拿走了。什么？可恶！那该死的死泼猴，气死我了！哎，娘子你在这？哎，娘子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大王，那是该死的死泼猴把我的扇子骗走了。什么？气死我了！娘子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本王这就把扇子拿回来。走。我的肚子好饿啊！大师兄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是啊，大师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阿弥陀佛，八戒，你去看看悟空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吧？啊，不要了。那师兄功夫那么好，一定没事的哦、啊。你还是去看看吧，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。哦，好啦。无忌，照顾好师傅啊，先走喽。是，快去快回。真厉害啊！可恶！
做官啊！快啊，闪过去啦！好，好，好，咱们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没分到！好，是咱们的人！好，靠咱们！哇哇哇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啊啊啊啊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啊！可不得糟猴子啊！气死我了！可不得，嘿！18分50秒，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，请各位观众朋友就座，让我们屏息以待吧。